这张图是 Piano 13号 Lucifer 的梦。那么实际演奏的时候，在舞台上是有一个这样的布景，相当壮观的。1984年。在 Scala 剧场演出，这个演出是还有一位男低音，男低音是 Matthias Holle， Piano 是 Stockhausen 的儿子，是女儿 Majela。